得了一个癌症，甲状腺癌，不是恶性晚期。说话声音很沙哑，最多就只能说到这个样子。我一下子就流泪了，感觉那种天塌下来了，都想着不要活下去的这种想法都有。这是我最新一期的 vlog。 身体的健康出了一点状况。严重吗？得了一个癌症，甲状腺癌。良性早期的是？不是，恶性晚期。就是到现在我们采访这一刻，我爸妈都还不知道，因为我也希望我身体就是完全恢复好了一个状态，让他们看到是安心的，是觉得没问题，然后我再回去跟他们讲，就不用担心这样。他走了带不走你的天堂。第一问，能不能唱歌呀？医生告诉我说，就唱歌这个你就别想了。当时就是完全有点控制不住情绪了。如果我嗓子没了，那我觉得我活着也没什么意义了。手术确实很成功，然后我这里现在不是就这个疤嘛，挺小，还是挺小的，就是一个微笑线，还好。然后怕什么就来什么。结果我就真的声音沙哑了。手术出来第一时间，我那个麻药醒了，我就是在想，我要出个声试一下啊。说话声音沙哑，最多就只能说到这个样子。我一下子就流泪了，感觉那种天塌下来了，都想着不要活下去的这种想法都有。因为我觉得我的意义啊，是我热爱唱歌这个东西，它不仅仅是我的工作，它已经融入我的生活中了。那我觉得我最宝贵的东西没有了，我能干嘛呢？我知道你和我就像石头将油条。就做完手术之后，去找了很多的老师，都是给我一个不好的结果，就说哎，你不能唱歌，你可以做其他的呀，对吧？你可以带货。我不放弃，我一定要就是去找到方法。后来找到了一个专家，他就是说每天都必须要去上课，每天要锻炼五六个小时，很有毅力，很努力在练。他觉得我很有悟性，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才导致就是确实出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吧。我也挺感谢那个老师。你给我这一辈子都不像失恋的爱，相信爱的征途就是星辰大海，美好剧情不会更改，是命运最好的安排。不让你难受，请允许我把你带走，让你爱上我要多久，我已经爱上你已走不动，想拉你的手，想吻你额头，我沉默太久，说一句我爱你说出口，我会用这一生为你守候，给不了感动不要跟我分手。快快抹干眼泪，看昙花多美，路过人间无非一瞬间，每段并肩都不过是擦肩，曾经辜负那位，这才被亏欠，路过人间一直这轮回，幸运一点也许最后和谁都不相见。